太没意思了吧，这个。我这个没有音乐啊，这里的空气特别闷，我还是出去吧。我出去啊，我出去，我出去。走吧。不行，我出来了，太闷了。啊，重复。啊，可以换一首新的吗？我都快会唱这首歌了。我感觉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哎呀，人呢？你们人呢？完了完了！有人能听到吗 ？Hello，Hello， 我听到了，姐姐。哎，我第一个出来了，但是怎么没有人呢？没有人。然后就是我们很明显被耍了呀！谁第一个，谁最后一个不重要。我们给他开开，一个一个开。出了，我们被耍了，出来吧。我们被耍了，出来吧。没有人。我们被耍了，出来吧。我们被耍了，出来吧。没有人了。What？ 没有人。没人，你看。没有人。这怕什么？跟谁俩谁呀？谁耍谁呀？最后一期咋这么不友好呢？我跟你们说，我刚才要不是我肚子疼出来，我们得在这待个几个小时。他跟我们说，等九个人到齐之后按播放键，让我们看视频。哎，这样吧，我们就跟他们抗议到底，咱们都回来。哎，咱们回房间睡觉吧。哎，走，回你晨哥屋去，走，去我房间吧，不录了。走啊。来，按一下，按播放键。兄弟团们。兄弟团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不辞而别感到很惊讶啊？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对决制作组。现在的你们是不是像迷路的小孩一样不知所措？没有啊，我们要回酒店了。我们要去我房间 happy 了，再见。首先，请拿上电视机旁的自拍设备。哇，都已经开机了，你们自己看着拍，保证有东西能播。其次，不管你们现在有什么情绪，作为成熟的孩子，不要意气用事，做出过激的行为。最后，也请你们抓紧来下一个场地，给你们的车已经备好，就停在酒店门口，请像平时一样快速、准时。啊，这次车可不会等你们啊！不会等我。这条视频结束后两分钟，车就会马上开走。什么东西？好，要是没有赶上，那就自己打车去义上小镇吧。义上小镇，我就不去了，好吗？要不我们打车吧？啊！怎么这么可爱呢？这一集节目组太坏了，没有我们不太习惯吧？还挺。
这是你们抛弃我们的，我记住你啊，我记住你，来走。可以啊，你们，你们可以啊，把我们抛弃啊，啊，我们都睡着了。磊文呐，这帮文，哈哈，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吧？这个文啊，就是这个文。阿诺，你跟我要记录下这个团队啊，我要记录下你们，你们的面孔，就是这帮人。动手吧。最后一期谁也别好了。我们说你们最怕什么？我说把电池都拔了。不用把电池拔了，把你们的卡都给我。我们刚才说要去晨哥房间直接睡一天，结果一到及时我们就怂了。又见面了，朋友们，再见，拜拜。人，我会记住你，把我们骗在那箱子里，吓的，悄无声息的走。下次给弄个舒服点的，你也怂着呢。也没个盖的。刚才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开启了我们这一季节目最后一期的录制，大家应该看到了留给你们的任务卡上面明确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决制作组。对，所以今天是我们之间的对抗。那你要参与啊，那对抗你们还不容易吗？不玩不录摘麦不知道，因为你们开场并没有留意到箱子上的这一切。猫也不在十二生肖里啊，猫也不在十二生肖里啊。哦，对，就去踩个耳朵。是按嘉宾的长相吗？不是吧？没有，是你们自己选的，跟我们没关系。谁会去看那玩意儿啊？啊，那自己也不知道。今天对决制作组的规则就是，你们九个人作为一个团队来进行任务挑战，每挑战成功一项任务，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线索。就是你们可以任意挑选四位成员，我们会公布其中两位不是猫的成员，他所选择的动物，来帮助你们找到谁是猫。也就是说，今天的任务你们成功的越多，在最终环节你们选中猫的概率就越大。不是，关键是我们九位，谁是什么无所谓，今天不是对抗你们吗？在这我们中间找那猫干什么呢？听我说呀。啊哎呀哎呀要不你当导演。还是你来，还是你来。不，这个事儿今天是很重要的吗？对呀。啊好。如果今天你们最终没能找出谁是猫，你们就要需要接受今天的最终惩罚。如果你们找出来了谁是猫，我们来受惩罚。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惩罚。什么？九人巨型水炸弹。九人巨型水炸弹有多巨型？就是比飞蚁稍微恐怖一点点。怎么弹出去啊？怎么回事？比飞蚁还恐怖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们面前的有九个杆，大家依次要把杆推给后一个人。输了，输了！哎、啊，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些就是制作组的人吗？是的。怎么会跟我们比拼呢？中间如果失败的话，就要重新开始，连续完成五次吧，六次怕你们完成不了。瞧不起谁？就六次，就六次，就六次！我告诉你，就六次，就六次，就六次！瞧不起，瞧不起谁？就六次。瞧不起，瞧不起谁？就六次。瞧不起，瞧不起谁？就六次。哥，你都还没开始。看着吗？我们很强硬，但是我们认错也很快。不是，这谁摆的这个？不，你问谁？肯定是达文摆的。这么人啊？呀，这么多人啊！There's a girl in the backyard banging on her drum, sitting in a junk pile, laughing at the sun, singing ah ah ah. I just wanna be a rock star. Singing ah ah ah. I was born to be a rock star. And maybe they will never figure it out. I got a feeling that's what life's all about.都戴眼镜，都戴眼镜。大家找到了，我们也请这位工作人员来介绍，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吧。大家好，我叫小七。小七，小七，七，对，嗯，咋又哭呢？获奖感言，获奖感言。不用太感动，不用太感动。画的真的很像，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自己都觉得
像我，真的像我。灵魂画手，灵魂画手。最后怎么最后要哭了呢？最后一集你说这搞这么煽情？哎，都是影帝啊！我都是。没，你小七，小七，对对，小七，你哭完，不是你说完。你先哭，你先哭。没有，我是一名后期。主要剪谁？今天反正主要剪，分哭。哦。真的哦。真的蛮像的。你不会真剪我吧？不是吧？你看，这就是缘分。他是我们后期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名剪辑师。你多大？01。20。哇，厉害！对，年轻有才。我叫郭延祥，来自山东。哦。我是一名后期，但要我要称赞是，我来自山东菏泽，进入后期有8年了。哇。哇，8年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8年啊，那你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喽？对，中间差不多吧。中间为什么差不多？差不多差在哪儿？差在刘海梳上去了。好，那也再次感谢我们3位工作人员，请大家继续回去工作吧。谢谢谢谢谢谢小七，感谢。谢谢。哎，这个我觉得小七你留着吧，送给你，送给你，你留着吧，你给签个名给人家。对，你签个名，我签一下。对。谢谢。太帅了，小郭，你那别留了，他不想留就算了，留着留着，以后相亲就用他。怎么了？拿身份证进去找去了，置的位置都一样，这置的位置。哎呦不行，我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不会吧，又中了感觉。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我非常厉害。就这个啊，拿进去，那里头都这样。我差点拿卡打卡下班了都要。哎，说实话，有点像你。真挺像，你自己看了，哎，真的有点像。哥，你借我戴眼镜。就是你，找到了，找到了，就是你，就是你。原来你是后期啊。现在3组成员都找回了，你们觉得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就是、啊，就是他，就是他，他太像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公布答案。厉害，我的妈呀！哇，我说一定要相信感觉，你知道吗？那个真的身份证照片，那个真的真的画的像很重要啊。对，画的像好找啊。对，来来，欢迎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天鹏宇，我是后期剪辑。我们这一季的宝库里面那一整期是他跟另外一个小伙伴两个人一起完成的，剪了一整期。验完了，结果呢？他是坏人，他是坏人。他们擅长剪辑逻辑性很强的题材。谢谢，剪得好，特别好，老精彩。第二位姓钱，姓钱。我剪的是跑男每年的那个宣传片，差不多吧。对，他叫钱贝奇，主要有时候负责大家所有的那些比较有质感的那种大片，包括一些我们的花絮啊、招商片等等，就是那些很酷炫的，他们是比较擅长，就是包装感很强的。哇哦。大家好，我是秦子平，也是一名剪辑师。工作几年了？7年。哇哇，时间都蛮长的。对，他剪的比较多的是撕名牌。来了，漂亮，撕掉了。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领域啊。对，每个剪辑是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风格。明白。嗯，好，我们再次感谢三位工作人员，请大家继续工作吧。是那个姐姐，我一直，我刚刚我就拉她了，就是她。姐姐，你是？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哎呀，哎呀，那我就觉得不祥的预兆，应该都不是。这一位工作人员大家没有找对，我们先把正确的这一位工作人员应该是谁，我们把他请出来，好吧？来，有请。姐姐，你为什么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哎呀，我刚刚对，很明显，对，空间分缝嘛，对不对？你应该坚持你的，要把姐姐拉出来。对，对，我们先请正确的这位工作人员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杨迪，杨迪，杨迪，你叫杨迪啊？杨迪，把假发摘了吧。我叫杨迪，然后是跑男这一季的后期导演。后期导演。我们在审片的时候就是会大家一起商量，甚至做一些记录啊，等等，就是去梳理所有的这些事情。前期后期，前期后期得罪光再录也没有镜头了，后期对不住了。大家好，我叫潇潇，然后是花字导演。花字导演，花字，花字，对，就是所有的花字的设计啊和写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这个组。大家好，我是跑男组的剪辑师。剪辑师，主要剪的内容。咋的？是不敢开口？怕挨揍，怕挨揍。没事，就想问你扛，你扛不扛揍就完了。这体格能不扛揍吗？剪得他俩平坦。来吧，揍你，揍你。哦哦，枕头大战，那非常好啊。感谢你，辛苦了。咬着后槽牙说的吧，嗯，非常好啊。没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精彩的。挺好的，哦，反正你放心，接下来会接到他们俩经纪公司的函。这位，这位，来，大家好，我叫林亚楠，是剪辑师，他也剪过我们的那个《跑男来了》啊。没事，别着急，慢慢努力，会剪到正片的。没关系，你看你都从 NPC 到了这个嘉宾了，就是。高手，高手，高手！这节目没法录了，失误，继续，加油，努力就行。努力，来来，还有没有了？来，我们感谢四位工作人员，谢谢你乐的。请大家先稍事休息，谢谢，辛苦。快鞋，换衣服，快点的。跟谁俩呢？呀！来吧，上吧。很简单的一个惩罚，我们敢，但你们不敢。看一下词儿，我看一下词儿。我给你念，你直接上去。去吧，去吧，我来念。去吧，去吧。所以恭喜。你们，你们去吧，我们来念，我们坐在这儿。一会儿下来，我给你擦。我在旁边。我们会在这里很关心你们。啊、哦，没事吧？冷不冷啊？你一下来，我就这样，直接给你抱抱着。我先说完，你要念哪一段？我帮你念。这一段。来，我等我。来，姚皮皮已经被包围了，你走吧，你走，你们走吧。我们反过来，来，往前走一走。来吧，练组。来，给我个大声功。哎呀，我终于坐在这个位置了。恭喜你们抓住了最后的机会，找到了猫。那么这一次挑战就是我们制作组失败了，我们会接受水炸弹的惩罚。大家站到黄色区域，在黄色区域，再紧一点，再紧一点，不要出来啊，
不要出来，都进去。但紧一点，要边上的淋不着。紧一点，这淋不着。要边上的淋不着了。往里，往里，往里。公平啊，公平。别怕，别怕。往里，往里，往里。啊！我们不怕。你们可以啊，你们很厉害。猫来 ，Q 来。那就三二一喵，然后你们就那个了啊，朋友们，三二一，放水，放水。给你们照一照啊！这样冷不冷啊？冷不冷啊？来来来来来来，爽不爽啊？爽！我祝你们第一次淋吗？这个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哎呀，想弹个麦，没有东西弹呢。哎呀，哎呀，弹了个筋，弹了个筋，弹一弹麦，弹一弹麦。哎呦！这整的好像我们进了澡堂子似的，干啥呢？在这汗蒸呢？哎呦！生活的力量点燃。